为救魏齐，平原君只身入秦，范雎扣留了平原君，要赵国拿魏齐的人头来赎。范雎不择手段的复仇激起了名士蔡泽的义愤，他指责范雎已成为今日之魏齐，并扬言要从范雎手里夺走相位。逃无可逃的魏齐终于逃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在他刚刚长出嫩草的坟前，站着以故人身份前来凭吊的范雎。远处夕阳下，云娘静静地等候着。大王，赵国多良将，又有平原君、于清一干贤臣辅佐，如今齐国出兵10万，只怕不易取胜啊！大王，丞相求见。臣范雎拜见大王。丞相，我大秦已连攻下赵国5座城池，如今齐国出10万兵马援赵，依丞相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臣以为，不如致书赵王，以归还赵国的城池为条件，让赵国交出魏齐的首级。那赵王绝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魏齐而置土地城池于不顾吧？
赵国的五座城池是秦军将士血战而得，岂能还赵？至于魏齐，寡人还不想让他死。留着魏齐，寡人可以随时行使伐赵啊！寡人知道丞相报仇心切，但丞相想必也明白寡人之意吧？臣明白。夫人，你这是？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父母的忌日。这些年来，两位老人家的坟上，想必长满了荒草。范雎不孝啊！你当初就不该为了一己私仇而引兵攻打自己的故国。啊，云娘，正是当年在魏国，你我二人受尽折磨，蒙受奇耻大辱。难道你就不想杀了魏齐这个恶贼，报昔日之仇吗？你是说得不错，我恨魏齐，倘若他现在在我面前，我会立刻把他杀了。可是就因为我恨他，我才不希望夫君变成第二个魏齐。云娘，你这样看我，范郎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开这里，再像以前那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呢？以前的范雎已经死了，今日的范雎恐怕也由不得范雎了。那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不要再为我们的私仇让天下无辜人去流血，好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绝不再为此事兴兵了。至于魏齐之仇，范雎自有办法。秦国人果然已经退兵。不错，范雎置信代王，说他是误信谣言才兴兵攻赵，
他只想见公子一面，当面向公子道歉。太后和代王的意思，他们都主张公子辛苦一趟。公子，你不能去秦国，那范雎恨我入骨，岂会轻易善罢甘休？他至言和好，却不归还城池，此中必定有诈。魏齐，我一直劝你不要对人过于刻薄，这次你自招祸端，哎，报应啊。魏齐不想连累公子，如果你还念及咱们幼年的交情份上，就给我点财宝金银，让我远走高飞，从此隐姓埋名，保住我这条老命啊。哎，我还是去趟咸阳吧。这久闻范雎也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我若能使他明了大义，或许还有转机。公子，久闻四大公子之名，只是无缘相见，今日得识公子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哈哈，赵胜也久仰丞相之大名，丞相以一介寒士之身掌一国之大权，纵横天下，快意恩仇，赵胜佩服。公子真是说笑话，若非公子，在下早已如愿以偿，又何劳公子枉驾咸阳？在下自会前往邯郸登门拜谢。丞相此话何意啊？在下有一事相求，请公子满饮此杯。赵胜已知丞相所求何事，这杯酒赵胜不能喝。看来魏齐还是藏在公子的府中。魏齐有负于丞相，但他也是赵胜幼年的好友，赵胜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赵胜此次入秦，就是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，也要化解丞相与魏齐之间的血海深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真是大言不惭，像您这样的自幼车马相随、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怎能理解一个卑贱的百姓蒙受凌辱时的心情呢？既然公子不愿对不起朋友，在下也只好对不起公子了。你，范雎，你真要杀了我？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才来咸阳与你相会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，你只能怪魏齐，那个正人君子的范雎已经被他打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大秦国的丞相。公子放心，秦王当年可以放过孟尝君、蔺相如，我范雎自然也不能加害公子，委屈公子多住一段时日。只可惜公子身边没有鸡鸣狗盗之徒啊。
什么？丞相把平原君扣在咸阳，臣未能禀报代王，请代王治罪。丞相请起。谢代王。丞相一心复仇，其情可悯，寡人怎么会怪你呢？待寡人致书赵王，十日之内不交出魏齐首级，平原公子只怕今生今世也难回国了。代王深恩厚爱，臣永不敢忘。代王，平原君被扣一事，令诸侯各国侧目，丞相此举不妥。代王，丞相以一己私怨扣押他国重臣，已是不智之举，何况又未禀报代王，有欺君之嫌。丞相深受魏齐之害，恨之入骨，此举有情可原。况且丞相是用平原公子换回魏齐，在寡人眼里，这位平原公子还有更大的用处。赵使可曾带来了魏齐的人头？未曾带来。把他轰出咸阳。丞相。怎么？他还有何话说？赵使带来帛书一卷，请丞相过目。他还说，只要丞相看到此书，必会见他。灭！燕人蔡泽，西相入秦，百日之内夺君相位。此人现在何处？他就在府门外。大胆狂徒，把他拿下。是。慢。久闻蔡泽乃名动天下的舌辩之士，如今为救昔日故交平原公子，甘冒刀斧加身之祸来夺我范雎的相位。先生高义，范雎佩服。请。丞相，蔡瑁于穷困潦倒之时，曾经受过平原公子的大恩，一直无以为报。然蔡瑁今日此举，却不仅是为了相救平原公子，也是为了救范丞相。哦，
愿闻其详。君自侍秦以来，既不出席，谋不出户，坐至诸侯，功绩已极。今世人为君甚于为秦王，如此之事，君和秦王均能安否？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乃天地之常数。再则君专权于秦，毕生忌心，若真有高士来秦，君为保己位，难免不欲除之。那时今天的范雎恐怕就要变成当年的魏齐了。当年魏齐除君乃势所逼也，今后君除他人亦是迫不得已。如若君真做魏齐之事，必将有新的范雎逼仇，君之命运将与今日魏齐相似。你我范雎日后的命运究竟如何，还不劳先生挂心。我范雎今日有言在先，十日之内若交出魏齐首级，范雎礼送平原公子出境，绝不食言。倘若先生果真要夺范某的相位，不妨一试。既然如此，蔡泽斗胆，也为丞相定下十日之期。十日之内，若丞相放回平原公子，蔡瑁此生绝不踏入秦国一步。若十日之内平原君不得归赵，夺君相位者，蔡泽是也。兄长，此人不除，终是后患呐。魏齐可有消息？兄长，平原君被扣于咸阳，魏齐自知难容于赵国，已逃回了魏国。发兵十万，攻打大梁，一定要让魏王在十日之内交出魏齐的首级。曾经答应过我，不为私仇而去兴兵，而你现在又去攻打自己的父母之邦。
云娘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放心，只要魏齐的首级一到，我立刻下令收兵。云娘，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了吗？但愿你不要变成一个无信无义之人。秦国兵马已逼近大梁，信陵公子也不敢收留大人。大人，赵国使者近日也赶到魏国，力促魏王捉拿大人，换回平原公子。大人，大人，快拿快拿个主意吧，大人，大人，天王魏齐呀，范雎。我只恨当初没有把你打死，让你今日如此耀武扬威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各自走吧。从今以后，魏齐不再有劳各位兄弟了，你们各奔东西吧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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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雎想逼我死，我偏偏不死，我绝不让他称心如意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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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。各位相助之情，魏齐永世不忘。你们各位，代王丞相，赵国使臣送来魏齐首级。微臣范雎蒙血海奇冤，幸有代王主持公道，范雎才得以报仇雪恨。臣范雎感激不尽。怎么也有今天？魏齐的下场，当时天下身居高位者引以为戒。丞相，时之期已满，
魏齐人头送到，大秦国又一次使天下诸侯明白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道理。仰仗代王虎威，既然魏齐首级已到，臣想礼送平原君出境，停止伐魏，以安抚赵魏两国君臣。以一个死去的魏齐，就是赵国换回一个活生生的平原公子，岂不太便宜了他赵王？代王之意是，昔日寡人曾以15座城池换取赵国的和氏璧，可惜未能如愿。今日平原公子的身价，应当不低于昔日的和氏璧吧？这伐魏一事，又岂能半途而废？赵魏两国唇齿相依，如今平原君滞留不归，赵国必然不敢就位，以雄师劲旅夺魏国之地，再以平原君换取赵国的城池，寡人是一举两得呀。大王，此举可关系到万千士族百姓的性命。与秦国的王霸之业相比，多少人的性命也不会放在寡人的心上。大王，大王，臣早已许诺赵魏两国，只要魏齐人头一到，可既往不咎。可代王此举，恐怕陷范雎于不义之地吧？丞相，在天下人的心目中，你恐怕早已深陷于不义之地了吧？丞相，寡人尚有赖于丞相，为大秦谋划王霸之业。魏齐虽死，只可惜今日之范雎就要成为一个新的魏齐。昔日魏齐虽残暴不仁，陷害忠良，可今日之范雎却杀人营城，流血千里，轻懦寡信，不仁不义。今日之范雎叫昔日之魏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放肆！十日之前，你我曾在此地相互许诺，今日君已失信，蔡泽我只好履行前约，夺君相位了。嫂夫人，嫂夫人，嫂夫人，你等一下。你就不能等兄长回来再走吗？云娘，想不到你这么绝情，连见都不想见我一面。云娘心中之人是昔日的范雎，
可他已经死了，被你给杀死了。我？现在的范雎是秦国的丞相，是天下最无信无义之人。云娘，此生是不会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的。当初你嫁给范雎之时，你的父母家人都力持异议，你不后悔？没想到今天你终于后悔了。我没有后悔，我从来没后悔嫁给你，也不后悔为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云娘心中后悔的是，此生为什么还要见到你？你我之间真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吗？有。走，我们一起走。走？对，我们一起走，找回过去的范郎。兄长，何事？蔡泽近日上书代王，立臣治国两策。代王看了他的上书以后，大为欣喜，要召见蔡泽。兄长，蔡泽志在相位，用心险恶，为今之计，兄长应先下手为强啊。请这位蔡泽先生坐府饮宴。兄长，你丞相今日宴请蔡瑁，该不会像昔日魏齐对待丞相那样为蔡瑁备下马料吧？啊！狂徒无礼！日前蒙先生开导，范雎感激不尽。我闻欲而不止，失其所以有。范雎今日就离开咸阳，云游天下，请先生持此手书面见代王。我已在书中向代王力荐先生继任相位，望先生勿负所托。丞相，你丞相如此胸怀，为蔡瑁始料不及，
日前失礼之处，请丞相恕罪。丞相，丞相。魏齐，你不惜手段害我，我不惜手段报仇。如今思来，如此拼杀皆为利害。如今你已死，我已辞官，利害与我二人亦不相关。请受故人一拜。